论 Tony 黄的差别待遇对待女娃娃。戴一个辫子在这里，在这里啊。来，戴一下一个辫子。两个辫子是吗？对呀、啊。这样吗？对呀、啊。先我先扎一个啊。这样行吗？高一点。别动啊。也是要紧一点。这样行吗？可以啊。怎么样？为什么不扎一个辫子呢？两个辫子比较好看。怎么样？好啊，谢谢。对待男娃娃，那你扎上吗？好好，好好，妈妈看到我们把头发扎起来，肯定恨死我们了。没事，人烫个头发弄造型，我们会弄得很好看的。嗯，不要恨我哟，我扎的也不会很好看。哎哎哎哎哎哎。哎哎哎我来吧，怎么又下来了？哇，你也太漂亮了吧！好好好，是这样是吧？我不要，哎、我不要、啊，我不要。那我给我自己扎行了吗？行。哎呦，你的嘴吃了。好好用。